啊，即係神州大地奇人奇事，乜撚嘢佢都有。好啦，啊咁啊，今集嘅最正分析咁啊，做到呢度啦。嗱，我睇下，因為去日本啦嚇，咁啊喺日本呢個零個半個星期啦嚇。會唔會有啲時間可能做啲突發最振奮式，可能講幾分鐘啦？譬如啊，如果拜登真係突然間宣布退選啦，但係抽唔抽到咁啊？睇即係同埋睇下嗰個環境適唔適合啦。如果係即係啊咁啊太攰嘅，咁啊都未必做嘅。咁啊，即係所以大家就訂閱我哋咁啊，我哋 Benny 退頻道。咁啊，如果有啲突發嘅，咁啊可能會有佢通知。咁啊冇咁啊冇就冇啦，正常就應該冇嘅嚇。咁啊。不過如果有啲好大新聞，我忍唔住嘅，亦都當時睇咗時間瞓唔著嘅嚇，咁啊可能就會做一下啊，咁啊，同埋都睇下咁啊啲航班啊有冇受到佢影響啦嚇，咁啊所以都嚟緊，咁啊十日或以上都唔會有最正分析。咁啊當大家俾你漫步見翻我嘅時候咧，咁啊就嗰日嗰晚就應該會有翻即係咁啊最正分析噶啦嚇，咁啊咁啊所以啊如果大家咁啊呢排啊即係。暫停睇一陣先啦，因為去旅行。咁啊，如果出唔到嘅嗰啲就另計啦。咁啊就即係繼續留喺香港咁啊，就當然佢會做啦嚇。咁啊，大家就留意一下啦，睇下有冇啲突發嘅嚇。咁啊，大家記住啊。咁啊，首先入到嚟俾個 like 先啦，然後就多啲咁啊。十日或以上都唔會有最正分析。咁啊，當大家俾你漫步見翻我嘅時候咧，咁啊就嗰日嗰晚就應該會有翻即係咁啊最正分析噶啦啊。咁啊咁啊，所以啊，如果大家咁啊呢排啊即係暫停睇陣先啦，因為去旅行。咁啊，如果出唔到嘅嗰啲就另計啦。咁啊就即係繼續留喺香港，咁啊就當然佢會做啦。咁啊，大家就留意一下啦，睇下有冇啲突發嘅嚇。咁啊，大家記住啊，撳埋個訂閱掣，撳埋個鐘仔啊。咁啊就係咁啦。好，今日時間差唔多。咁啊，遲啲翻嚟同大家再見啦嚇。咁啊，大家就即係呢排就多啲休息。咁啊，多謝阿全仔啊，中意嘅可以重温翻啊。咁啊，之前嘅最正分析。咁啊，拜拜。